科技大学学生的，而是李东是不是的造型？那他们很像这一套是为了我定做，然后五天赶出来的，就是为了今天，所以其实真的很厉害。我在造型上面跟他们一起讨论，我想要的感觉就是比较中性，但是后面又是比较 you know 性感一点，然后露腿，因为我现在只可以露腿，对，差不多这样啦。要转一圈哦，后面其实有觉得就不穿内衣的那种吗？对的，对，我是不是有想，但是后来觉得说这样有点太露了。我们今年毕竟不是主要的，你知道 focus， 我们还是包一点好了。如果明年入围的话，答应大家我会穿着让大家惊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